据观察者网报道，采购3.5万粒伟哥，购入6日支阴茎假体，还购买治疗男性脱发药物。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症，但剂量必须是每片20毫克。医生开处方通常会让病人每8小时吃一片20毫克的西地那非片，而巴西军队采购的蓝色小药丸则是25毫克和50毫克两种剂量，主要是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。巴西军方的回应无法让人信服。巴西国会议员马塞洛弗莱索呼吁检察官调查这起贪腐案，并指责称博索纳罗政府在购买新冠病毒疫苗时拖拖拉拉，却批准为军队高价购买3.5万颗伟哥药丸。巴西劳工党主席格莱西霍夫曼则谴责此举是一种犯罪式的花钱狂欢。